Hello，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老狼。现在我们在独库公路的巴音布鲁克，这附近吧，前面是巴音布鲁克，旁边那边走车的是独库公路。我们在草场边上找了块道，这边露营了，这边也不过车。然后我此时此刻想说的是，你们那儿冷吗？我这儿冷，我不骗你，上边穿了个羽绒服，让你看看下边穿啥。我媳妇儿给我带的棉裤呀，我穿上了。我没骗你啊，如果我一个人穿，你们说我装秀。你看我哥，让你看我葫芦娃，葫芦娃没光屁股吧？我也换棉裤啊，你脱了吗？我脱了。脱了不要。看娃娃，你看。葫芦娃也来穿棉裤，太冷了。我估计现在环动温度也都是14、15度这样。然后今天我们露营吃好的，吃贵的。哥，你先把盖儿打开，让大伙儿看看您这吃啥，看看。哎这呀，是锅羊肉啊。主要是对于艾瑞克的谴责，我已经是起茧子了，但是我还是要说，我们今天又要吃肉。大点可以，没事。稍微大一点，没事，哥。不是，太大了，拧着不行。多炖一会儿，完了之后，最后再搁那个高压锅焖。清炖羊肉啊，搁两片姜，哥，咱有姜。有姜吗？有，我去切姜。太多了。我想一会儿要水要热的话，泡一下那个阀门。哪个阀门？扔回来，这个阀门，搁水泡上那就好了。你知道为啥吧？在这里老结冰，跟它泡热了，它就稳当了，稳定了。对。我看看，找个家伙事儿，找个小盆儿。这样让咱家的粉丝老铁们情何以堪呢？人家40来度高温，咱在这干冻这样受冻。咱也没想，也就寻思凉快凉快，谁寻没思想这么凉快这是给阿里备的衣服，现在用的。呀！我的妈呀！来，哥，把那个你的汤不中倒这里头，把这阀门放里头。阀门放里头，泡着。是真的冷，而且现在看着了吧，太阳没落山呢。是这个点，我看现在是几点啊？9点，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，9点钟，现在就是这么冷，我估计到时候更得冷。今天我堂哥做大厨，给葱段放来了呗，清炖羊肉。这是盐，这你自己放。哎，有好主意，哥，咱们可以先吃羊肉，嗯，吃完之后搁里下挂面。对，有挂面，盐的是不是有点多？不多，不多，我怕我会不会一大变烟别火？一大锅水，能不能变烟别火？我妈从小告诉我，盐吃多变烟别火。不是，盐少了羊肉没味。那好吧，听你的。尤其咱是到时候咱完事之后直接搁挂面。羊肉熟了，哎呀，我这眼泪都从嘴里流出来了。开吃，紫塔哈拉兹啊。原汁原味儿，太香了，都差点把舌头都咬了。酒没喝，大哥？待会喝。喝，不是吃完肉再喝呀？那咋喝呀？不是。这狗来了，自个儿来的，狗闻着肉味儿了，不能给，不能瞎给。对，不行，他们都是吃狗粮的。对，羊肉吃完了，喝点羊汤，完剩下的汤再换下锅面。哎呦，我操，这羊汤真的太浓了。哎呀。这个消灭它。这锅羊肉都快吃光了。Thank you.
已经起来了，东西也都收拾了。跟大家伙看一件比较神奇的事，昨天晚上5度，然后穿棉袄棉裤的也都穿上了，今天早上太阳一出来又半袖了。这边昼夜温差太大了。然后还有一个比较神奇的事是，昨天你们可以从航拍的视频里边可以看见，这条河里昨天是有水的，但是今天早上睡了一觉醒来之后，神奇不，水没了，河干了，看一点水没有了，真的不知道水哪去了。这是一片大草原，远处是天山山脉，然后后期那个唐大哥说有可能咋了，晚上温度低，山上那个雪不融化，水就没了，然后到等到下午的时候，山上雪水下来了，这水河里又有水了。哎，也咱们一细想也确实就是这个道理，应该就是那个河水干了。然后今天我们继续出发去沙漠，不准备独库公路往前走，也都是草原了，那边那些雅丹地貌啊什么的也都看过了，包括雪山天山那块也看不太清楚，就是离得很远，不像西藏那边的雪山。其实独库公路如果严格说起来确实风景，哪里的都是风景，但是也是走过一遍就差不多吧。那边那个盘山道好像是北段还有一些盘山道，对，北段盘山道北段盘山道比较多，但是不想去走了。去西藏的时候盘山道见得太多了，然后准备去回库车，往库车走，库车走奔那个穿那个沙漠公路，然后去轮台，哎呀，还得去叶城，去叶城去。叶城太早了，今天干不到。今天肯定到不了，给唐哥办那个边防证，要不然那个他进不了阿里。咱得先到民丰，再到叶城。先到民丰，完之后再挑回来。对，我们准备从民丰走那个老二幺路，老二幺六，走二幺六过到进阿里，也不知道过不过检查站。走吧，今天出发。先回库车。